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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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m。Hello， 各位，这里是下饭音乐。今天来介绍一位主播歌手冯提莫。冯提莫出生于重庆，是一位职业网络主播。不仅如此，冯提莫还翻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，并为很多电影演唱过主题曲。2016年，他就为电影《28岁未成年》演唱了片头曲《你不懂我》。2017年，为电影《前任三：再见前任》演唱了同名宣传曲《再见前任》。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位主播歌手好听的歌曲，一起来听一下。你说你喜欢三女性，而我多了一个七，就像 LOVE。佛系少女这首歌因小视频平台而迅速走红，旋律十分欢快，歌词也很押韵。冯提莫作为网红主播，不仅人美声甜，一股佛系满满的青春之感，因此收获了一大批粉丝的追捧。玻璃糖盒子里的把戏，沉甸甸的爱情，幸运的设定，跑太快像一场恶作剧，挑一个再熟悉，猜猜在哪里，故弄玄虚，向往你回应嘴角的指引，甜蜜的危机，找不出原因，三心二意，奇怪如此着迷，像神的指引。 Number 2， 玻璃糖。这首歌是冯提莫和音乐人徐梦圆合作的流行单曲。冯提莫可爱清新的风格配上徐梦圆擅长的 future bass 风格，使整首歌曲清新流畅，唱出恋爱的神秘色彩，诠释出爱情的神奇魔力。Number 1， 梦的游戏。梦的游戏是冯提莫最新的歌曲，这首歌是电影《解码游戏》的片尾曲。这首歌很好地展现了冯提莫清凉空灵的嗓音，再配合 EDM 的曲风，由简志凡的配器编排，让歌曲充满了动态纵深，空间感十足，使听者如置身电影《解码游戏》的虚拟世界当中。你为何这么想我？ Remember, time is the best sense. 也不知自己叫什么，我轻声呼唤你沉默，推开或抱紧有我，当深情呼喊自由，你注入我的生活。今天关于冯提莫这位网络主播的歌曲就介绍到这里，想听更多好听的音乐就请关注下饭音乐吧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